花山基金会今年延续无年菜活动，顺利达成一千四百份爱心年菜，特别伫年节进前来爱心协助单位调停工举办感恩活动，庆国界诚信单位热情参与，现场气氛温暖感动。感动花山基金会，我们这么多年轻漂亮，我们的所有的爱心天使，你们看看他们哈，每一个都因为相由心生，因为做爱心嘛哈，所以每一个啊，我从之前看到你们哈，到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亮丽哦。协助这些老人啊，能够过一个好年，我想也符合北港朝天宫啊妈祖这个慈悲博爱的精神。会当伫近期行动募到1400份爱心年菜，华山基金会表示，那真侪爱心企业诚心领取参与，即个连学校也发起募款。大家都发起零钱捐这个活动，那让小朋友用自己的零用钱，然后一起来做这个活动这样子。由爱心单位代表将爱心年菜和新年礼物送到老大人手内，老大人拢真感动，也特别唱歌送花，感谢现场参与活动的爱心单位。这些阿公阿妈们想要跟你们表达感谢之意。各个乡镇20个乡镇已经开始做一个在地的服务了，那也服务1400位长辈。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个团体的协助，让我们在过年前可以募集到1400份的年菜。那在过年的期间，可以把这些年菜送到长辈家。随着人口老化，照顾老大人的工作也愈来愈重要。目前华山基金会已经在婚姻馆完成设立23个站，期待让老大人有更加好的社会福利，也希望伊的努力，让大家对老人照顾有更全的观念。记者李灿灿报道。